今天要来看藤花，这个是紫藤花园，这个票价一个人300块，门票不抵消费。今天天气好，人还蛮多的。来来来，进来了。撕了门票之后就不能做退票。哇，今天天气真的很好。比较香哎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味道。就刚闻到香香的，小编好好拍。怎么样？觉得一进来怎么样？觉得绿啊，人家是绿油油的一片，它是紫紫花花的一片。这是紫藤隧道，我们今天有新的特别来宾，他看起来乐在其中。小王妹，小王妹，对呀，我也是，他就他就是怕大家会错意，所以要把话说。哎，叫他来接我们啊。这个花期不知道多长，很短啊。你妈妈讲说很快就没有了。是啊、哦，这段时间呢，赚这300块而已。哎，天气还是很不错。骑了一点，没有可以抵消费啦。座椅可以再多一点会比较好。前两天下雨就比较没有人。那个花就是玉蝉花，看一下。玉蝉花，好 ，OK。我没有闻到哎、欸，有啊，很香啊。不是，我就是哎、欸，不能摸啊。桂花有闻到香味了吧？桂花很香啊。桂花好大颗哦。这个是第二个园区，它在对面，凭手章可以再进来。这个手章，这是园区的全景。哇，蛮大的啊，蛮大的。对，这边比刚那边还要再大一些。说吧，好乱。Hello， 这边这一区是矮的，矮的，有人在拍照哦。整个好像哦，把它压低，整个压低，然后到处。你看那个管子啊，把它撑，然后把它压下来，对。把那个它的管子撑住，它都有啊，每一个都是啊，就是矮化啦，它让它矮化啦，对，不要爬太高，需要管子，然后用绳子把它绑起来，对，用绳子要跟管子绑在一起，让它压下来啊，就不要把那个
对对对，他不要这样，他是往旁边，他不要往上，对。那每一个都是短平，然后绑成一个。要做一些雕塑。对啊，你只要把它绑起来，它就会照你所要整的那个高度跟方向。很快就可以绕完，的确不是很大哈、哦嗯。对啊，哇，这样收费300真的有点太高了。评论评论。好啦，因为种的也不容易啦，大家维护啊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